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 5.2 到 5.3 卡池曝光，风系城女大 C 登场，法系女孩加雷系弓箭来了。 5.2 到 5.3 卡池曝光，四位新五星角色登场，火神定位大反转。元神纳塔 5.1 卡池越来越近，新五星角色希诺宁也即将登场，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都已经等不及了呢？而说起希诺宁这个限定辅助角色的强度，也是很多玩家比较关心的。本期就5月1日及后续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一起来看看吧。首先就是 5.1 卡池角色的登场安排了。最新的消息中也提到 5.1 上半卡池是希诺宁千之登场， 5.1 下半卡池是纳西达胡桃登场。其中希诺宁的强度目前来看灵命还是非常不错的，有全队36减抗和40增伤就不弱了，而且还有前台奶作为辅助而言，辅助能力加奶已经可以了，和万叶对比的话数值基本上打平，也就少个巨怪多个大招启动的奶，对于平民玩家而言还是非常推荐抽个灵命的，泛用性上也算是人权卡一枚了。而说起后续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根据目前网传的消息来看， 5.2 卡池会有两位新角色登场，分别是风系弓箭城女五星角色恰斯卡、五星雷系弓箭欧洛伦。 5.3 卡池也会有两位新角色登场，其中一位是五星火系大剑火神马威卡，还有一位就是最近说的比较多的五星冰系法器角色粉毛少女茜特拉利伊安山，目前登场时间未知。值得一提的是 5.2 卡池的新五星角色恰斯卡还是打风伤的 C， 之前提到的染色打增幅反应目前存疑，简单来说就是伞兵加夜兰的结合体。至于大家期待的平姥姥，目前也据说在和某个离月四星萝莉打档期赛， 5.4 海灯节是否登场目前依旧未知。而火神马威卡的定位是后台 C， 全队加攻击被放在了六命里面，火神攻击拐的能力很弱，而且只对有夜魂的角色生效。不过还是那句话，版本跨度大，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各位旅行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 5.1 卡池的新五星角色希诺宁官方也已经公布，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都非常的期待呢？而说起后续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也终于来了，一起来看看吧。首先就是各位旅行者们比较关心的 5.1 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了。新五星角色只有豹女希诺宁一位，复刻角色的话卡池几经反转。不过就目前的最新消息来看， 5.1 上半卡池复刻的角色是千之，下半卡池复刻的角色分别是小草神纳西达胡桃、长期未复刻的钟离、莱欧斯利、申鹤，一个都没有。当然了，5.1 复刻角色虽然被爆了出来，但毕竟没有实锤，大家看看就好，随时有改动也是很正常的。除了 5.1 卡池复刻角色的相关消息外，就是风系城女恰斯卡、粉毛少女茜特拉利、火神马威卡、城男欧洛伦等角色的消息了。目前网传的消息来看，恰斯卡是风系主 C， 茜特拉利是法器少女，而且是和莱伊拉几乎一样的模板。火神马威卡则比较抽象，据说会骑摩托车撞人。欧洛伦目前来看应该是雷系弓箭角色了。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恰斯卡大概率在 5.2 卡池登场， 5.3 卡池则是火神马威卡登场。至于茜特拉利、欧洛伦星级登场时间都是未知，不过还是那句话，毕竟是网传的消息，版本跨度大，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各位旅行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